后台人力，你来你找我们去现在，这些工厂妈妈的，都是，还有那妈妈的问题。那么呢，这个进入真宗呢，重视平反，平反呢？那个湖南人说，湖南人说妈妈，我都跟他说，我都跟他说妈妈。湖南人说，我都跟他妈你说不谁干呢？那么老师想讲一句，这个日文呢，这个是非常很不容易翻译的哈、哦。他的日文什么妈妈？啊，你们懂日文的，什么妈妈？他的日文呢？那么呢，这个意思啊，要用我们的话来讲，很难讲得好。你要用一句话来讲，这个什么妈妈，很难讲得好呢。那么意思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你是男众的话，你是男的话，你就不必要当女的。你是女的话，你就不要勉强来做男的。啊，你是在家人的话，你就不一定要牵强去出家。啊，就是说，你以你。那个以你的现状哈，现状，这个也不是讲的。